はい、それでは2013年度、日本関西創生会並びに世界客族総会日本支部懇親大会を、開会いたします。2013年第四次世界大会、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行政院院长，也是世界学术总会的理事长，徐将军。立法委员吴怡珍女士。大阪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黄国华处长的副部会主席吴农斌博士，今天国会副会长，各位老蔡搞报告，今年你客家片你一输到，你海外奖金回来的，客家面试演新版啦，又开始报名。同欢迎大家继续来报名参加一啲客家面试。哎呀，就客家妹哦，苗栗咧客家妹来参加呀，关西嘅重振会。来到呀日本，看到俺所有嘅客家乡亲，确实有头下俺客家片嘅房主佢讲嘅，色彩有暗度嘅客家事，因为搭三个亲戚会，搭三乡下。我哋尽量来讲客语，来保存俺自家客家嘅传统。新竹县政府。各方的作动要有用台湾文宣哦，要用简单的文宣，特别用来新竹县地区啊所有的观光景点啊、观光景点。南外，欢迎各位客家乡亲到大阪来，也感谢各位带来了很好的客家节目。去年我们关西同振会的一位客家的女孩，她曾经是保种的。当家女主角，她配了 一首歌剧叫做《客家》，在东京和神户公演也是爆满的场面。她在歌剧里面叙述客家的坚韧不拔，开创奋斗精神，感动了很多的日本的朋友。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乡亲能够组团到大阪来，给我们客家乡亲加油鼓励，是我们客家精神能够保存，而且能够发扬光大。名山变佛出菩萨，今日上至青江高，万年长乐看回家。
有很大的意义，就是呢，最大的最终最大的意义就是目标是不要忘记，你是客家人，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语言。所以呢，我刚才在致辞的时候，我是说我一定要用我的母语，这个母语呢就是客家话，客家话，我来致辞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说，是为啥你到了日本48年，怎么那个客家话一点都不会忘记？我说我绝对不会忘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很好讲这客家话，不管碰到是谁，我都只要他懂得客家语的，我一定用客家话来跟他谈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的客家话永远不会忘记，而且像这种呢，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精神，我就很想传到其他的人的脑海里面去，哎。